Já estamos ao vivo.药桶拿下，那我准备要上楼喽。哇，它是两层楼梯的啊，我以为一层就到二楼了。有那个黑幕，这几个没看。下一份会场，好，去厕所一下。好，我等你。我顺便喝个水休息一下。我想去厕所 那休息个2分钟，等一下回来。感觉很紧张，来来进来，蛮多的吧？应该啊，嗨，各位，我们回来要继续奋斗，对啊，看，好，来吧，刚在哪里跌倒就哪里爬起来，没有，还没有跌倒，还没跌倒，对，还没有跌倒哦，还没跌倒，好，我们继续吧。啊，回来了，回来了，回来，刚去解放一下。刚对，尿太多，尿太多，我现在都尿出来了。怕你那个尿出来，对不对？对啊。吓死！好，打开哦。感觉就是个很大的网。What's this about？ 看一下谁说什么？现在哪个地？什么？地方圆。地缘，现在在哪个地图里呀、地图是啊？我看一下哦，我现在地图只有五趴不是？应使该用是哎，在市政厅这边啦、啊。我现在是在市政厅的二楼，对，上来这边，好，来吧。哎、欸，好恶心啊、哦！你看这个画，我觉得那个画把脸涂掉真的是对，有够很恶恶心，心的。真的。前面那个站着谁啊？好像对拍照很有兴趣呢。而且它这个感觉是一个拍照的那种博物馆之类的，这可以拿吗？玫瑰，这些花虽然漂亮，但总觉得有些不大对劲。你认为应该特别小心花上的刺？感觉有毒。好，要小心。这东西感觉都很贵耶。翡翠项链，不重要。
我说真实的话，这个很贵耶。放置下不用，面。要放看喽，要放，旋转。旋转。怎么旋转？哦，你刚按哪一个？圈吗？哦，类比键。可以干嘛吗？有什么用意吗？该不会是放置玫瑰。啊？要把它旋转回去啊？转过去降相机那边。哦，是这样吗？对，看要不要拍照啊？好停。等一下。高明就是好，帮他拍，What's 帮他拍。this? This camera's so old. 这个相机好老旧，一定有什 This 么意 means 义。something. 帮他拍一那我张。们来拍照喽。下一个。来下一个，嘣！这样，哎呀，感觉等一下又有什么东西。嘣！他说按 R2 拍照，然后 R1 是调整聚焦，哦，等一下，R2 是拍照啊。聚焦哎，哎，这样蛮好看的，真的没有人。呀！哦，我靠！烦呢，我觉得游戏真的怎么可以做这样呢？等下他一定要拍下去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什么可怕的东西出现。不要骗我了，等一下，等一知下，道你在搞什么花样。要拍照。好了啦，应该是拍好了啦。拍好了吧？然后呢？欸，你如果真的来这种地方，你敢不敢拍照啊？我绝对不会来这种地方。然后嘞？是真不的是还假没拍好啊？的？对啊，他，但怎么没有触发什么东西出来？好吧。哦，好，可是已经不能再拍了，现在拍啊，好对吧，那啊，就拍那一张啊。还可以旋转它吗？啊，还可以，算了，不管它，你就站在那边就好。那继续下去吧。刚那个真的没水准的，我在聚焦，他竟然就给我那边给我跑对跑啊，去啊！而且移动很快，这什么？守不守规矩啊你？调查。It's ticking. The pendulum stopped. 还在走，但钟摆已经不动，欸，很可怕哎。这个爸爸也是很衰小，女儿不顾，好被抓走。这里会爆血，真的啊，会爆血。真的吗？哎，怎么？我靠！我靠！Who comes up with this stuff？他把自己的脸点起来，是对啊。不是？怎么长出花来？哎 你看，调查。Appreciate the art. Fine, as long as it gets me closer to you, I'll play your game. 他要你欣赏艺术。对啊，我觉得这个爸爸也是蛮有胆量的，为了找女儿，完全不怕。这也说起来了。再度发现断头尸体，这是一个之前的报道。I remember this. 我记得这个，Still a cold 至今 case. 还是悬案。也都锁住了，锁一下大家去哪里？都锁起来了，我现在要去哪里？看什么声对音？我听到声音，都锁起来的啊。那我现在还是跟这有关。没有啊，
像有点鬼打墙哎、欸，因为这边已经通到一个死路了、欸。还是画上面有什么？好、啊，找好看。哎呦，开灯嘞、欸！看一下那幅画为什么要这样？玫瑰，然后有个手指。还是我每幅触发画看一下，触发每幅画看看。啊，那种白的好像就没有什么了、啊。这个，这我刚看过了啊。这上面是什么？感觉像一个人吗？那个脸，然后什么东西盖住这样？没道理啊，还是我什么东西没有拿？有人知道吗？可以给我们一点提示吗？灯灯这边到底有什么？没有，都没有。对啊，那已经死路啦、啊。那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刚进来，然后面，哎、欸，后面就那个，就是路就消失了。进来路就消失了。对啊。啊，多！嗯？那地上有什么？会不会？我觉得应该在这附近吧。奇怪，我正卡在这里。他要你欣赏艺术，对不对？还是我就看着他？我觉得跟画有关吧。可是画没有让我们触发的、啊。刚你按到什么？哎、欸，干！有啦、啊，我没有去按，我只是看着它而已啊。然后那边就变了。That's Lily. This guy's playing with me. 这家伙在玩弄我，什么声音啊？那个门。我觉得这爸爸很可怜，真的被玩弄。哦，后面，我觉得在后面。哦，开了。收进桶为什么？你给我出来！你冲他笑，你在干嘛？有音乐。按个门是怎样？不知道。我靠！现在什么状况？我觉得我真的在被他弄哎、欸，那还有音乐、欸，应该出去。
好恶哦，法克。这是干员遭枪杀的照片。Another one. But what's he after? 我如果是爸爸，我应该起笑。那你会救吗？我还是想救。有东西可以拿吗？哇，躲藏在里面啊！他跟药草一定不寻常。瓶子可以制作是不是？奇怪的地方欸。老师嘞，我靠呀！什么时候这个画的呀？看一下哦，之后会有类似这张照片的地图，超恶。是往楼下，所以我现在要往哪边去比较好？是没有办法地图。他把我关起来，所以我现在只能往回走，没有办法。欸，很烦欸。楼梯很长，是什么？觉得很像刚画里面出现的一些场景。对啊。真是好暗哦！我现在要走很近，我才能知道我的有什么东西。没办法开闪光。我现在已经开了，但是关掉。哦，关掉根本看不到。哎，这是我刚刚，哎，这有点迷路嘞。周围绕一圈好了。这是我刚刚去过去的门吗？嗯。那可能还是要去那个门欸。应该是那个椅子有问题吧？真的吗？欸？这可以解吗？这是我刚刚配上拍照的地方啊。好妖啊！什么状况？杀小啦！
那我现在怎么办？给触发。他是头痛啊，这只，这只羊头痛。可能要 breaking。可能哦。我还想出去一个地方啊。门呢？不是要找那个吗？找那个什么启动机器的那个？对啊。给这么多东西，一定有问题。为什么？哦，是我看错吗？被你的叫声吓到。没有，刚刚我也有东西啊。没有。哦，我看错吧。This has to be the mirror. 就这个。找到了，找到了。Authorization required. 需要授权。Terminal. Must mean this communicator.Restart sequence initiated. 你可能要撑这个描述，是吗？对，90秒。该不会刚才全部来吧？我靠，他在哪拍照、啊？You've been searching for me for so long, so I have come.But wait, it's not me you seek, is it? No, it's the girl. I should be offended. But how can I be? You're not the only person who wants her power. There is another, one far more deserving. One who can offer rewards you could never imagine. So sorry.But you've been outbid. Fear radiates. Oh, 天哪！ It's beautiful, but not yet finished. I am Stefano, and now you are my art. 我停住不能动。Son of a bitch!不要修啊！他乱拍照。Meet my beautiful Obscura。你长太恶心了吧？所以现在在躲他，对不对？你要躲过这个84秒。The thing is stopping the emitter from activating。他想要阻止那个，你要把他射死。他一拍下去的话，那个时间就静止，所以你要。你要用，你现在是远程距离吧？你要先把它射。那我现在先用手枪吧，试试看吧。你要先找到它在哪里。它应该躲在那后面。你看它时间没有办法动啊。它那声音有靠背的。它狼嘞。Have to hold it off until the emitter starts. 80 seconds. 如果现在跟他大战这个90秒，就你可能打不赢他，但是可以去影响他。对。70 seconds. 可以要撑过这60秒。可以的，我可以的。还有1分钟，多一点。好，射他，射他。其他人呢？那你直接拿散弹近距离毙他一下。他声音很吵，你知道吗？好，换。
一狼类哦，它在上面。他呢？我觉得这么远可以走。我操！我操！是他镜头，是他镜头，是他镜头。时间没动哎、欸。我先小枪好了。哇！好、哦、好，要射镜头对不对？对啊，射镜头。所以等于说你要够准。放心，他攻击力不强。五十秒，五十秒。我、哦、靠，还是四十。对他镜头，我上，我上。跑好快啊！妈的！哇、欸，他其实速度很快。我应该射不死他哦。应该是。下镜头看看。没有用。嗯，感觉就是可以让他秒速跑而已。应该又要再拍一次，故意射他镜头。你看，你还有消失了。应该再射一次，时间就差不多。逃不出来啊。出来，出来，出来。看你后面，我靠！上面在上面，我知道了，差不多。三秒，先到，先到。他不知道嗨什么，吃毒品啊！Stabilization procedure completed. Great. Saved my own ass. But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now? If he's gone, he didn't leave Lily here. Where did he take her? Should give Kibben an update about this.Maybe I'll get a signal outside. 所以我现在可能要去外面了。嗯，要不要先打个字？离开市政厅，好。嗯，想要你回去刚刚那个拿弹药那边应该还有补包可以那个拿看看，嗯、可是你现在小枪剩一发，刚怎么来的？我想要看有没有办法回去呢。哦，要自己去凭印象，因为现在地图也看不到。该不会是这个大门进来的吧？我记得。好像，我记得是在这附近。好像要去一楼了，管他的。那后来干嘛？没有，看有没有东西可以拿。那这边呢？这边可以回去吗？好了，那就回我们要离开这个市政厅这里。嗯？不是这里吗？这是外面的门吗？你刚过来的门。是啊。这个外面吗？什么东西可以拿？
这里，然后往下走。不管像是在情况下，这两天用利益进行矛盾。The nerve to send me in to clean up their mess. It's like some kind of sick joke. Joker.我就是在这里。对的。回去的路。对，这长得好像宾馆啊，博物馆。我看我这个实况结束之后，我开门在上踹的，直接被感染。对啊。哎，不对，这是我刚出来的地方哈，没有就储存一下。让他取消了，呵呵。从哪边出去啊？真的有点忘记了。不对，不对。这是往里面走的啊。我迷路了啦，真的很大啊！还是叫你是往那楼梯下面走吗？刚那楼梯，我刚没仔细看，我刚才看牙牙，就是是这个楼梯吗？要往下爬吗？是我刚被追杀那个地方吗？对啊，被追杀那个地方，直接回到那飞机这边，要跑很远呢、欸，是不是？嗯，哎、欸，这里吧。不行哎、欸，所以代表不是走这里。因为这里才是市政厅啊，所以我现在从这里找到出去的路。像这里吗？像这里齁。哦，我出来了。Damn it. 好感动哦。Son of a bitch still has Lily. And now I'm back to square one again. 这男是变态是不是？偷窥女的。哦，女的。About time. Patch him through. Sebastian, are you there? Kidman. Finally. Are you all right? That psycho is still on the loose in here. I turned on the emitter, and that seemed to slow him down. But he got away. And he's got Lily.She must be so scared and alone. I've got to find her before he does something terrible to her. 他是用这个传送器传到这个世界的。嗯。I'm so close. I can feel it. 越难过。We want to find her just as much as you do, Sebastian.把年轻的样子怎么像那个卢龙的那个男主角，人中之龙。It would be a real tragedy to waste all that time and money. I was speaking for myself, not Mobius.
I spent a lot of time with Lily during testing. She's a good kid. I don't want her to suffer. I know things are bad, but I have faith in you. You've got to stay focused so we can save her. Together. Yeah. Okay, you're right. Thanks for the pep talk, Kidman. Don't worry about it. But right now, you need to figure out where he took her. He said his name was Stefano. Stefano. Copy that. I'll see what I can find out and send it to your room. Okay. In the meantime, I'll check in with O'Neill. See if he can help me locate this psycho. Sounds like a plan. Let me know if I can be of any help. And... Sebastian? Yeah? Good luck. Thanks. Gotta figure out where he took her. 第五章结束了吧？应该是第五章就结束。I think I might have just figured it out. Not doing a very good job of hiding. It's almost as if he's taunting me. Well, if it's a fight he wants, he's gonna get it. I just have to find my way there. O'Neill, it's me. O'Neill, 对啊。Back online. Please tell me you found the core and you're on your way back here.Sorry. That lunatic still has her, but I think I have an idea of where he went. Yeah, I see it too. I'm picking up the signal again, but now it's coming from the theater in the other part of town. Right. Through the marrow again, I guess. May need a little guidance here. I'm on it. Looks like turning the emitter back on stabilized some passages there. Exit D5 looks to be the one closest to the theater. I'm not totally sure what you'll encounter down there, so watch your back. At this point...Nothing would surprise me. 哦，第五章结束哦，现在到第二章，主动追捕。我看一下地图。所以等一下一章就是穿越骨髓空间，寻找第五的出口。再回到那个骨髓空间。对。应该差不多了吧。差不多。嗯。好，那就今天就到这边了。对，好。看一下。避难屋，我去避难屋先储存点，然后到时候得下次从第二章出来。好，储存点。找避难屋。我们等下实况就差不多到这里哦，先找个储存点。可爱的避难屋，避难屋娘踹的，是这个地方吗？怎么那么暗？对啊，在这里，好了，今天就到这吧。好，我们今天实况就到这里喽。好，我是宇恩，我是柯影，拜拜。那我们下次见喽。那到这里喽，谢谢大家的观看哦。那就到这里喽，拜拜。